倒数五秒，四、三。霸子，你在上面做什么？还有，我在上面做什么？霸子，你说过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的计划。我给了他一罐牛轧糖，他应该会吃一整个下午啊。我牙齿根本咬不动。我抓住你了，阿公。别松手，霸子。哇！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，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。霸子，阿公，你没事吧？亲亲我的头。嗯。我上辈子欠他多少？嗯。秘术还老还童术啊！好险没搞出人命。我们把阿公阿妈都叫来，再把他们推下来。太棒了！为什么带我来地下室？我不用去看医生吗？如果柯文哲来拜票，跟他说我想装夜科魔，我会写信给大泽隆夫，请他治疗你。不要，我没指名陈信宇。阿公，信宇是看牙齿的，他在内湖也没有门诊呐、啊。而且你又不是在酒店，没有小姐能让你指名。好的啦，我起码没来动啊。我爱卡撑啊，那是我唯一健康的器官。哦。阿公，卡层不是器官啦，这段期间我会照顾你。我现在要修脚皮。好，我打1999。不用找，就是你的，还不快一点？嗯、去拿锉刀了。该吃药喽。加油，同志！加油，同志！加油！在一个强度不分轩轾的比赛，高血压药再度胜出。我可能疯了，但我一直想赌痴呆药赢。我们来把热水开开关关，让你阿爸洗澡时好好享受一下。啊！哦啊！哦，好烫！哦，好冷！哦，没见瓦斯没了吗？嗯，阿公，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太黏你的乖孙了？我像是你的个人看护。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很久没去白鹿洞看漫画了？我能多点自己的时间吗？当然不行，你害我从滑水道上摔下去，卡成摔成两半，要我跟你老妈告状吗？拜托不要，只是说说。阿公，我帮你买来你最爱吃的宜兰罗东夜市的龙凤腿。哦，我的卡刀！阿公，你骗我！你刚刚明明就生龙活虎的，根本就是几杯瓦龙。抱歉，霸子，我承认我骗你。就像我说我很喜欢你们送给我的重阳节礼物，但其实我根本就觉得它是垃圾。但老妈说那是用爱做的。真的吗？没有，就连他都觉得是垃圾。阿公跟你讲啊，阿公还是头一次感受到乡土剧以外的亲情，有孙子陪伴真的很棒。你也是我第一个照顾一周却还没死的东西。哦，你要继续挑战吗？